画质，对，是不是色质？不是。能不能把你们家的色质拿去压在那个上面？不行，那时候爸爸妈妈会很生气的，乱来，怎么可以拿色质来嘞？要去买，要去金子店买，那个叫画质，不是色质哦，听清楚哦。这个清明节扫墓的习俗就是要什么？要用什么画质？